我们是做 UV 领，然后呢，这两个特别让它往外展开，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的地方特别明朗，特别的明亮。再来，弹性非常好，完全扎实不灌风，每一个麻花根根分明。白色的话，建议大家就是不要穿太深的那种，尽量穿浅色就好。咖色的话，就是有点那种花卡色的概念。然后我们家的这个麻花编织的非常的深，袖长的话不会太长太短，就是刚刚好冬天的长度了。现在是穿这种短裤皮裙的感觉，这样子也很有那种小 party 的感觉。这个 S 号、M 号、L 号、XL 都可以穿。这一次不是开大领的，所以它是比较典雅的小领，因为它的重点在哪？在麻花，然后在整个面料，然后扎实的拉开都不灌风的那一种哦。然后呢，手袖从头到尾都是扎实的毛衣面料，而且呢，价格非常的优秀。黑色，然后我们的燕麦色还有白色都很好看。